动物园嘛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啊，没问题啦啊，动物园啊，你们都是动物，然后我是猿，不是啦啊，其实我是动物，你们是观众啊，你们都来看看来动物园看我，好吧，看老皮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来野生动物园好了，我们就来野生动物园去。那野生动物园区破完之后，我们就交替破嘛，破完一个野生动物园，然后再回魔女乐园，魔女乐园破完一关。再回到水上乐园，水上乐园破完一关，再玩动物园，这样子就是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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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。好了，那么动物园的话呢，我是没有试过动物园的方式是要怎么营收欸，因为它应该是，我是啊这个埃及的宫女，埃及的宫女。好了，那就玩，你们想看哪一关？哦，什么灌木花园，感觉就很 local。又有思路，你们想要看哪一关？对啊，经典战役，任君挑选。哪一关？哪一关？哎，哪一关？哪一关？没声音，没画面嘛？有吧？有没声音，没画面吗？三大主题啊，你们想看哪一关？元仔，我不是元仔啊，我是这个黑糖，好不好？大家不要忘记黑糖。黑糖想当初出来的时候，他出场也是很可爱的啊，还是很 Q 的啊，哦。哪一个啦？快点啦！三二一，三二一，不选了啊！好，不要算了，第二关嘛，第二关什么东西？鸵鸟农场。好了，那就第二关吧。啊，反正有人说第二关，那就第二关了，没问题的啦。好了，我们玩第二关，鸵鸟农场。第一关都没人选呢，欸，为什么？是因为它是什么花草什么什么平原下面挖沟欸。哦，你们是不喜欢花草的对啦，花花草草也是不错啊。哦，为什么要歧视呢？会动的不见得比较好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过关条件。哇，钱很多耶，有12000。看一下啊，鸵鸟农场平原嘛，就是动物园的话，摇钱树，然后它要需要有河马，可以繁殖或是捕捉，然后总收入达到这个，这还好吧？动物利润达到多少钱？靠动物赚1000块，还是10000块，还是10万块？10万块，10万块，是要哦。要卖他是不是？要卖他欸，卖他就不要害他。我说嘛，哦，繁殖鸵鸟啦，我懂了啦，就是变成说我们就是以那个经营一个动物园为主啦，就不是游乐设施为主了。哎呀，这样我懂了，完完全全都懂了。哇，我好懂哦，懂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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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针经常，经常哦，还要聘请，要聘请那个就对了。哦，还可以养动物园，这是干嘛的啊？上去看吗？这好 local，这样子有用吗？这边还有一个是解说员，是不是？动物园哦，哇，这个嘛，我是没有经营过哎，对呀，我没有经营过动物园呢，我怕把它弄倒闭呢。哦，这边还有一个，他在养它，是不是？然后还要处理排泄啦、喂食啦，还有年薪呐，这可以升级吗？可以，你把它升级好了。有效率的员工，哎，等下排泄了，这谁的屎？这是谁的屎？各位观众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非洲大草原中，鸵鸟群排泄的排泄物，通常象征他们的群体是否健康。一个群体健康的话，排泄物的颜色会充满这个亮色。我们知道，鸵鸟在交配的时候，经常会去闻其他性别种类的鸵鸟的排泄物，以判别它们是否 不要闹了啦。其实我刚才以上讲的都是胡乱，好吧？它鸵鸟并不会这样子。一般人来讲的话，鸵鸟它们还是打架，然后是而且是争奇斗艳。因为像我们知道鸵鸟的话，它们的比较特殊。哎呦，新龙怀孕了，鸵鸟新龙怀孕了，哇，它怀孕嘞！经常喂食，偶尔漏食。对啊，女性成人呵呵群居需求，他们就有个群居的效益，是不是？哦，这样子啊。好了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弄其他东西。那我们游乐园怎么赚钱？游乐园就没办法赚钱，那不是亏都亏死了。看一下，那边设个门票好了，入园门票5块钱，5块钱。哦，又怀孕了。那这样子有办法赚钱吗？还是有游乐设施啊？游乐设施一样可以弄，因为这些游乐设施是我们之前解锁的，好吧？是我们之前解锁的。那我觉得
还是来用一下哦，特殊的东西，大象运输吗？还是要出来呢？还是要进来呢？适合年轻的游客啊，来一些恐龙旋转啊，什么东西让它转一下好了。然后我们把这一块开辟成所谓的这个游乐设施区。那这边这块哇，好大哦！这盖云霄飞车都应该都没问题吧？哇哇哦，酷啊酷！哇，这么大哎，这没问题的啊，这么大东西盖出来就没问题，然后就慢慢盖好了。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会 care 说这个东西，不管了，先弄一下。在2000多位观众面前进行交配，就是鸵鸟就喜欢别人看它交配。当鸵鸟有人看它交配时，它就会放射出一种荷尔蒙，哦，借此吸引异性。没有啦，高迪耳背杠。那我们先弄一下行李啊，哦，行李。哇，这关难度特高哦，哦，这关难度可不是一等一的高，是2等2的高。现在试一下。他们某天冷了，可是其实这块应该也是 以那个吧，盖游乐园为主吧。我觉得如果说光养动物的话，其实会亏。他说要养犀牛啦，我们到时候再来盖个犀牛的那个园区好了。他们可能都有不同的繁殖地啦，那我们就要盖些东西啦，然后进行喂食啦。可这边没收钱，我比较亏。哎，欸，有哎，欸，有收钱呢，欸！哇哦，太酷啦！好啦，收一下钱，看一次，看一次2块。好，各位游客。我们这鸵鸟区看一次2块钱啊，想看吗？钱掏出来就让你看了啦啊！我这边怎么设定？哦，有这边有，这边也是有，它是一整个区块2块钱，是不是？哦，这样的，好啦，开始2块钱，禁止拍打喂食。哎哎哦，你们大家都喜欢鸵鸟，我把它丢进去里面让它参观好了。怎么为什么不能丢？可恶！好了，这都没，还是有人玩了，啊。好 local， 放音乐好了。来放一个什么音乐？这个好了，有吗？这样有音乐吗？没声音哎，无声的世界。然后当然不免俗的啦，因为一开始弄的话一定需要有一些设施，然后我们在这边弄一个那个什么好了，看一下，弄服务台，然后卖一些地图啊，有的没的，在这里好了，这里 OK， 这里。然后今天呢，我想要介绍一个技巧给大家。好，什么技巧？待会你们就会见识到了，这个是独家技巧，好，不外传的。如果你在我的老皮台学会了之后呢，哦，千万不要，哦，出去那边乱传，哦，乱传的话就会有问题。有人说，你原来你是看为了看鸵鸟交配才去游乐园看的吗？应该不会吧？你会为了想看动物交配，然后跑去动物园看吗？这样比较刺激吗？应该没有吧？对不对？应该是没有啦。我觉得那你不如就直接去那个啊，对不对？直接去看那个嘛，好吧，弄一下。这个技巧我相信应该是蛮厉害的，哦，蛮厉害的。大象运输，有什么方式呢？有没有单向运输的东西？单向运输，大象运输应该是不能单向运输吧？单轨列车，稀客秀，对啊，我现在用稀客秀，稀客秀，鸵鸟农场。因为我知道有个方法，就是你可以把游客运进来嘛。然后你把游客运进来之后呢，你就不要让他们出去了，好吧？他们只要进来了，踏进游乐园就没有出去的路了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好吧，这是独家的独门技巧，独门技巧，迷你铁道。不过要先设那种单向列车啦，如果说是双向的话就不行，因为游客还是会出去，或者说他们进来之前要先收钱，这样他们就要收2份钱。这是一个很酷的方式。我并不喜欢动物吗？还好啊，不会啊。迷你铁道，野生动物园园区，好吧，我觉得下次再用好了。我们先，我先尝一步，因为我目前没有研发到那个东西啊。然后我们现在要盖犀牛嘛，犀牛要盖那个电栅栏哦，有电的栅栏。我们把它围到其他地方，我们这边应该 OK 吧？思路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东西？农场吗？好像不是啊，
新农盖这边好了。好贵哦！天哪，有这么贵吗？是有这么贵吗？贵成这样，贵成这样。OK， 好了，放大点。想看老皮搞 gay 什么东西啦？你在讲什么东西？啊，你写在讲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箱子，印有动物的箱子。玩耍不耐用，小大动物屋，大象屋，猩猩屋，然后大型草食动物屋啊，放一个好了。大型草食动物屋放里面应该 OK 吧？还是放外面？看这是你这好像是放里面的啦，这边是放里面的。我们放在这里好了。然后这什么东西？农场建筑还可以放什么东西进去？观景台哦，大哦，这个哦，这样 OK 啦。如果在里面的话，应该是 OK。观景台，我们就来看这些动物的蠢样，就是你们啦啊，就是你们。西皮你怎么看？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。强化一下，一定是可以的。放大点好了，不然他们这样住那么小，有点可怜。对啊，我们不要虐待动物。然后可不可以盖车？我们就让那个游客进入那里面去，你知道？然后他从此之后都出不来，超爽的啊！哎呦，爽过头了。濒临绝种，哇！犀牛一只要150，丢了啦啊！母犀牛、公犀牛各来一只啊！赶快给我交配。去给我交配，修养动物，动物的想法，猎人吗？获得挑战。他说：“那逃跑动物试试看，哪边有逃跑动物啊？哪里？我没看到啊。”他说：“可以抓取逃跑动物，在一星期之内。”这个吗？小花猫？这个吗？小花猫还是什么？这是豹还是猫？这豹还是猫啊？有人破盖啦！对对，这是搞定。是还有其他吗？在哪边？要不要跑咬我游客啊？哎、欸，在哪里啊？七只，它总共有七只啊！我找到一只而已。一只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还有吗？敢帮我找一下啦！哦，帮我找一下咩？奇怪呢！强制交配，我没看到啊，在哪里啊？还有吗？七只，这样谁找得到啊？还是就是这只就不见了，抓回家。可是我怎么办？这是我没办法领养啊，没办法领养。在后面是不是？哦呦，好厉害！这是暴学过战术的。哎、小嫩嫩。剂量太多，失败了！哎呀，几个修我，可恶！但你就成功了，原来可以连发、啊，而且子弹无限，那我就一直发就好了，发到你爆炸为止。狗吃屎，喜欢吗？为什么？哦，这个是新手啦，难怪。升级了。不良倾向？什么是不良倾向？其实我可以开始卖几只那个啦，卖几只动物了。哇，一堆鸵鸟哎、欸！我觉得那迟早被鸵鸟占领了。你们怎么还不交配啊？我要等你们交配、欸。你们不交配，我要怎么赚钱？我再试试看。交配，你知道吗？动物交配嘛，其实动物也是一种就是感觉动物。哦、如果说你有办法、哦、有办法去营造一些 romantic 的气氛，那么动物就有可能会进行交配。所以说我们待会要放一些音乐、哦、然后来促进让他们交配、哦、这是没问题的啦。我觉得这个园区可能这个部分可能待会比较少人，因为他们必须要带更多动物吧。现在动物太少了。动物在想什么？任晨奇。发育期，
妊娠期，哇，动物原来他们要生16个月，濒临绝种。怎么讲？抓到游客中间吗？这样不就是很恐怖吗？这样会出问题吧？会出包的。哎，等下干嘛？哎，开始在闻屁股了。哎，怎么走了呢？志翰，上啊，志翰！志翰，你不要这么害羞嘛！你看看，他是不是很可爱呢？啊、哦，我看看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做没有写啊，有啦，他叫什么？这什么怪名字啊？为什么他动物名字要取这种名字？不是取个什么圆圆啊、甜甜啊、臭臭啊、甜甜啊？我觉得都还不错啊。喂食经常好了，花费还蛮多的。吃饭啦，两位吃饭啦。啊，我们帮改名字，叫志还蛮蠢的，叫做纯纯好了。搞基哦，其实动物也是有同性恋的啊，动物也是有同性恋，但是鸟类跟海豚好像也有吧，鸟类也有，纯纯，臭臭，空间需求，100方格哎、欸，这个已经超过了吧？这个、超过100格了吧？对啊，他这样格子还不够吗？没有吧？痴汉哦，智汉啊！我希望可以跟犀牛蠢蠢做朋友。犀牛蠢蠢很丑，犀牛蠢蠢很丑，为什么我很丑？我很丑，可是我很温柔。为什么你要排斥犀牛蠢蠢？好吧，对呀、啊，你这样让他难过哎。好啦，我们再想办法弄一些东西。你看，果然是赚不了钱，谁要搭啊？是天哪、啊，剩一个人搭。像这种只是一个人搭的，我觉得就是那种，你看，就是孤独老人。你根本就是你，你根本就是趁植物之便吧？你这个安检员。对啊，你在那边搭，你在挑码头，你太过分了，好吧？我们公司不需要你这样的人来搞这种东西，好吧？挑码头还趁植物之便来搭，趁没有人的时候这边搭那么爽。什么鬼东西啊！这条码头，我实在太生气了，好吧，生气到我这个已经语无伦次了。好，我们弄一下啦，车子不知道能不能进到里面去，因为我怕它会攻击车子、欸。我应该来试试看，对啊，应该来试试看。运输工具，好啦，我们用这个安全穿越，可以这样穿过去吗？我想让它直接进去里面绕一圈这样子。好啦，我们试试看吧。好啦，不要洗屏啦，我有看到你那个啦，我有看到你留言啦，是不是？你不要洗屏嘛，洗屏对你没有好处，对我也没有好处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彼此各退一步嘛，生活还可以过得更快心、更开心、更快乐。啊，弄一下啦，这样可以直接上去吗？还是可以直接进去啊？能不能直接进去？哎、欸，可以耶，嘿，死狗哎 ，OK， 那我们来，让进去好了，进去绕一圈。然后被犀牛咬死之类的，可是不，这个好像不能用弯的，就是不能用弯的。那我们弄小弯好了，这样呢，进去里面，然后开车撞死一只犀牛，撞死一只犀牛，然后再出来。然后继续前进，然后这边放个车站，那边几个，这边是2个，好，然后接下来一个上坡，这太扯了，这地形都被破坏了，可恶！好了，怎么办？直接过吗？硬闯了啦！飞车了啦，飞车了啦，测试一下啦啊，测试一下，啊，没问题的啦。这个车速嘛，我们就给它调的这个满速度啊，让它用标的啊，哦，开门，嗯，哎 ，open the door， 你那是唔 open， 你进去 open 好不好？你可以 open 吗？你是爱鸟协会？没有啦，我撞犀牛啊！犀牛跟鸟没关系啊！你不要在那边乱讲话。
犀牛跟鸟没有关系的。真是的，没有过去，那是不是要从另外一边过，穿地道进去好了？哎，好像不错的想法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试试看好了，穿地道进去，有办法进去吗？先把地给整平，因为我不想地变这样。整平，整平，整平，我回来了。整平，好，好，哎，来了，所以这样 OK， 这样地变好奇怪啊！天哪，调一下好了。石格地，先生，先生不要，先生，绝命终结战，你不要闹了，你干什么？等一下，我生意还要做啊，你这样弄到我生意，我要怎么做生意啊？太扯了，你这样谁还敢搭啊？你这样。太夸张了，弄一下好了。所以还要弄一个终点站啦，是不是？马调一下，速度量不见了。哎呦，好烦哦！为什么都不能正常一点呢？对啊，这边地也毁了，真的很过分呢，过分，过分的家伙。然后这边再停好了。好吧，那到时候这边再盖一个游乐设施啊，就是让他可以进去看一下，到时候再把路线改掉就好了。那没办法，太实在是风险太大，报酬太少。这个有点失败，失败中的失败，咱们应该改造一下。马路斯卡，这样可以吗 ？S1，S1， 几个球？不行呢、欸，奇怪了，奇怪了，那也不要放这边好了，我知道怎么弄了，没关系，山不转路转。哎、欸，这样对了吗？你看看，你们把这边拆掉。OK， 好的，那这个就把它消掉了吧，这就不要了。把它当云霄飞车玩了，不行啊，这是运输工具，又不是云霄飞车。对呀、啊，你是不懂哦，哎呀，你是不懂啊，你是不懂啊。这两个呢，就不要了。这样 OK 吧？还是这边也放个车站，让他下车跟犀牛玩，与牛共舞。我就喜欢与牛共舞啦，我刚才看着惠山鸵鸟惠山冲伸出鸵鸟中出什么东西啊，莫名其妙啊，弄掉。现在应该要盖的是那个入口出口，然后这里也要一个，反了反了，哎呀，照反了。看一下，亚军，亚军出事了。好了，这样完，这样搞定了。
然后我们把其中一段，这一段，可以，这段可以改吗？你说有人霸占哦，没关系啊，我就给他设超贵啊。你想霸占，得先过我这关。看你霸的快，还是我的这个价格贵。咱们就来吧。Who 怕 you？ 好不好？谁怕你？入口。出口。这是入口。出口，好了，搞定了。我这边再放一个。入口。出口。好的。那么现在这个入口跟出口呢都搞定了。那么接下来就是只需要再设置这个道路。这样我们的这个计划就会完全可以实行了。真是一举两得。好的。那么接下来这里都完成的差不多了。这边真排长一点好了。这样。好了，然后我们把价格调高点，搭一次10块钱。车站什么？别设入口，客人被送走，倒还好啦。那我是不担心。我们要的是这个所谓的经营能力，不用担心他会被送走。只要你游乐园够好玩，你还担心客人会被送走吗？实在太肤浅啦啊！先把这个设定一下好了。数量提高，这好像太多了。三台嘛，三台车，然后呢，一台车进站则发车，临车站同步，继续绕圈。好了，这样搞定了。完美！哇，我要玩，我要玩，我要去撞车！好，儿子，准备好了吗？哎，爸爸，我准备好了。好吧，好吧，那我们出发喽。那妹妹准备好了吗？我也准备好了。妹妹，你怎么声音跟弟弟一样？妹妹，我怎么知道？你全家人都哎，全家出发了。哦，出发了，出发了。那台车出发，哎，怎么那么多车啊？哦，他们要等开车是不是？这样就还蛮 OK 的啊。哦，财源滚滚来！老皮不能自由呐喊吗？我还没买，早先去买一下，超无聊的啦！哇，出发喽！希望不会太恐怖。落车啦！落车啦！落车啦！兄弟呀、啊，兄弟呀、啊，落车你躺五十了啊！你躺五十了，你是听不懂吗？霸王车。不行，这样想搭一圈呢，太夸张了。多一点动物，我也想要多啊，可是这大便很多啊，没办法，我也想多，可是就是要买啊，那贵用动物太贵了，效益还不够高哎。你们多买几只是不是？太多动物，开始来卖了。这边根本就是难民营吧？鸵鸟奴金很丑，长相很好笑哎，把它给弄掉了，地位。动物还有地位，饥渴、饥饿、干净、地位、栖息地、健康、交配 ，Yeah， 看一下，可以卖它吗？收养费用，可以让它领养动物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卖动物，动物要怎么卖啊？可以卖掉吗？可以，卖小趴啦，打架是不是啦？把你卖了，小趴，哼，金鳌趴，金鳌趴，哼，你很会打。很会打，看你多会打，两只都给我卖掉。为什么是母的跟母的打、啊？女生也会互打。小鸵鸟好可爱、啊，好 Q 啊，超 Q 的。哇，好会跑啊！可以看它吗、欸？可以耶，第一人称，哇，好炫！各位观众。这是栖息在非洲大草原的小鸵鸟，看起来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鸟头。哦，好会转哦，我的鸟头真是灵活。这什么声音？大便的声音吗？我这样出现了，外面居然围观我。每天我的工作呢，
就是给观众围观，并且大便给他们看。每天看他们大便，就是观众唯一的乐趣，请大便。你为什么不大便？好可爱哦！哇，鸵鸟人生。好，我们再看其他东西好了。大只比较没那么可爱。你就打架，你在打架，我把你卖掉。我跟你讲，把你阿妈卖掉。地位好低哦。哇，该认证工作。哇，地位好高哦。就是应该是这个皇后等级了。哇，地位很高。他们应该是有配对吧，一对一对这样子。对啊，可能太多只了，我不要卖一点东西。我把一些地位低的卖掉好了，把一些地位低的卖掉，然后让那个地位高的再互打。因为我喜欢看那个所谓的这个《甄嬛传》，当年《甄嬛传》哦，引起了非常非常多这个观众朋友的共鸣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在宫中，哇，这个是 King 吧？地位快全满嘞！这个根本就是王啊，好吧，我们把它改成王好了，王。我喜欢鸵鸟鸣枪，他是 gay 吗？为什么他是 gay 吗？哦没有，那是观众那个给他那个了。好，我们给他一个称号，鸵鸟王，叫鸵鸟王好了。哦呦哦呦，打架，修吧，赢了吗？赢还输？哦，赢了，你看，不愧是鸵鸟王，看起来就是天生鸵鸟王的料子，王者的风范，王者的气势。爸爸，去死！臣啊，没有这个鹅啊，我赐你于死，好不好？赐你死！我现在讲要交配了吗？哇！哎呦，为什么公的母要打架？错，要打架？为什么？长相看起来好好笑，动物都被他骂好笑，那真是太可怜了。有人在洗屏是不是？好啦，没关系啊，那洗屏就给他洗啊，洗屏也不能干嘛。这个帮人赚钱吗？哇，好喜欢野生动物运输啊！赚多少？看看。哦，他比我那个口字型那个什么云霄飞车还赚钱呢，每小时可以赚2464元，云费用才100多而已。哇，暴利，真的暴利，好不好？超级暴利，千万不要太多比较好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增设一些犀牛好了。犀牛为什么繁殖好慢哦？应该多养一点好了。那我们打架。只510，再买个几只。好了，我快没钱了，不可以再买了，再买就GG了。再盖一栋，那么盖犀牛，有没有一些装饰品啊？我想放一些装饰，让他们那个啊，让他们可以去玩。供肉食性的猎物，冰肉轮胎吗？犀牛丢石头，非肉食性的冰芒果，冰芒果，加酸呀啦，加酸呀啦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不要争嘛！芒果人人见者有份，你不要把芒果上面拉屎好不好？吃啊！哎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哎，吃，加酸呀啦！那又不错呢，有酸呀可以吃呢，哎呦，酸呀好好吃。动物箱子，弹力球啊，放点弹力球给他们玩。今天也是模拟哦，对啊，今天也是模拟啊。河马才是要水池，河马要水池，对啊，可是这是犀牛哎，先生，这是犀牛哎，你有看过犀牛这个需要住在水池里面吗？好不好？没有嘛，你不要想那么多好吗？野放动物。这是犀牛啊，哎，先生，犀牛需要什么东西？它需要一个平原啊，泛滥平原，好吧？它没有说需要什么其他东西了。